早婚哦 ，Turbo Star 五十一圈。那今天呢，我又来拍我的模组生成 EP 四啊。那上集 EP 结束后，英雄就是这样，就是把这附近就是把这个家盖好了嘛，把沙子什么给烧了，然后就很无聊嘛，就是那反复的那个 ，Oh my god。好恶心，然后就是那个反复的剪羊毛，就进去，就这样了。我这床也做好，也准备好了，那就像这样，睡觉啊，好死人！一进来就这么多怪物是怎样？晚上超不安全哦。哎呦，从玻璃里面出来了，给烧起来吧你们，有安德男生。这为什么看起来矮一点？这厕所有收拾啊？收拾，还好。哪里？我尸体在哪里？上集被收拾拍太多了，20几分钟，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英雄可能就会以后就是打算就是只拍15分钟，好像平常一样。来，英雄，你看大家看我的房子，好烂。哦，羊羊的眼毛。不，你没看到我，你没看到我，Yes， 哦，机车是不是刚拿到弓了？哇，你的英雄超强，超强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去，这次就做一些看有什么。就蛮想坐船的，现在有24个羊毛，那我们去坐船吧。我们需要把一些东西放一放，然后把对，我们说有碳，差点忘掉，因为我身上有件事，但是箱子有什么没什么用的东西，就直接放下。我烤了一些鸡肉，那应该够了，食物。不过作为实践什么的，就是完全不够。骨头、鼻子、石头也不够啊！哭，怎么办？嘿，我先做一把实践吧啊，下去。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一楼该做什么，就是有点，也一般都喜欢做二楼的，但是就是不知道做什么。我需要挖做一个挖矿的地方吧。哎呦，洋洋，你怎么吃草吃那么快？我有两只吧。可以自己活着。好，那我什么设定？认真设定的，认真，都忘记了。就是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登进来那个东西都没动，你要重设定按键。哇，肚子饿得快走不动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其实那样真的很奇怪。只要饱饱的就都安。那我们现在就是。我想做宇宙飞船，什么宇宙飞船？就飞船嘛，那就应该飞船。这样英雄刚到底在干什么？对了，因为刚打算挖鹅卵石的自己球帽，就是成何体统的东西？在哪里做挖矿区呢？这里好了，风水宝地，什么风水宝地？宝地是什么鬼？产业大声 ，OK， 挖下去，挖下去，碎石，对，这样一挖就挖到碎石，怎样？铁 ，good， 要多铁，多铁，一下去挖就能挖到碎石，碎石旁边还有铁，这真的是好硬，什么？下去，挖下去，这就是挖矿区。你需要很多石头啊，什么？赶紧多挖点石头去。石头，有几个？15个，再挖一点好了。石头，这碎石不是一般都有煤矿或者铁矿的。我刚刚已经有铁矿，那边还有。
就没什么别的东西了。我们还是专心挖我们的石头吧，快点喝吧，以防生怪。生怪一点都不健康。对，我还在附近插一些火把，差点忘了说了。我还以为，哎，英雄你会被模仿吗？一眨眼就变成了个火把的样子。先跟大家说，英雄就是用木头烧的，用木头烧的，是木炭，绝对不是作弊，英雄不作弊。玻璃也是用沙子烧的，让我进去了。刚到底在干我搞什么？哎，今天完全一直出错，我就怎样？奇妙，铁留在家里好了，不对，留在家里烧啊，可以，不错。还有鸡蛋，碎石去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做热气球吧？气球，不用。这个 air balloon， 我们做白色的，还是要线啊？机车，你就光有羊毛还不够啊？那我就等待老晚上了，还得。那我刚刚干嘛要睡觉？哭哭吼！羊，那我们在等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先去，做小麦田，应该不错的主意。但是挖矿，英雄版比较喜欢安全，所以说先去做小麦田好了。哥哥，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如果那么多小麦田，要收了。先这小麦田我喜欢。我想先做一些，木棍，两组不够，不对，够。我说什么不够？你残掉。这20个钻是超浪费的。那我们就先去做，哎，给我啦！啊，我的木斧也爆掉了，什么东西都爆非常好的，就觉得这样，我们要做成我就给我整理。我觉得今天的状态不行，玻璃也放进去。那最近去就是上课嘛，就是超幸运的，因为最近我们就是一个这两个星期嘛，都是有特别活动，我们要自己就自特别的星期啊，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排练一个话剧，然后那道具什么都有自己准备嘛，然后台本什么的，不是话剧啊，应该是舞台剧，唱歌的那种音乐剧，只不过是我们自己走。然后呢，就是。所以说嘛，就是不上课，不正常上课，就是一直在那里排练什么，自己安排东西，就是没有上课，这种感觉哇，超赞！安德，你在吵什么？哎，不过你小妹水桶没关系，等我做就行。我发现一直就是非常喜欢在自己的位置，就是房子后面之类的开一个洞什么的，然后就在对不对？开一个门什么，然后做一个院子在旁边，就是小麦田之类的。那种超赞的感觉，对，往外面好看一点，可以，下个可能就这样，先做个铁桶吧，我是不是想捞铁桶的东西吃可以 ？Yes， 去拿一桶水回来，水，是有点累个巧是错觉吗？这么短的距离累，好。一桶水配，上南那边去，这样，这样就不会有无限。哎，难怪是有海浪的。那我们去放水了。哎呦，刚进去是不是浪费了一桶水？这么一点地方也能起波浪吗？这也太赞了吧！算了，不要用门，就这个栅栏会不会好一点？试看，如果不好就直接放外面做快捷通道，可以吧？应该。OK， 那我们就呀，厨子还没做，你觉得空手耕地呢？今天好不舒服，感冒。
八戒，我是超像的，因为这木栏杆超漂亮的。图纸，种子也拿出来，种子，就只有五个，你在开玩笑吗？出去再单练种子好了。等我到晚上就是马上就是去打蜘蛛，然后呢做几个气球，我们就差不多就是可以结束了。还没有这个气球，然后呢再把反正飞船需要的道具都做完，然后我们就去转完，快速的转完飞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了。嘿嘿，哦，洋洋，你又长大了吼，现在懒得剪你的毛，就各个种子应该够了。下山了，快了，赶紧给你把我的小麦田做完。我这样会有骷髅攻击手的攻击，怎么办？算了，管他们攻击就攻击，只要你不是进来就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等一下会不会算错？总感觉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算错？没有，好吧。你觉得算数还要抄那边？这么不差啊，怎么有时候就是脑子在超糊涂的？那我刚是不是又想习惯性的去睡觉？超不赞的，好漂亮哦，夕阳。哦，洋洋安。哦，夕阳下去，好漂亮。看看，那我们就盯着夕阳吧。那坠落的好快哦。到附近也差点活靶子，不过总感觉不安全。再做个栅栏门，栅栏门。其实我感觉超过一小会有被射按键偷袭。查火吧，走，走。等下两刀就干掉他了，我神经！我最讨厌小僵尸了，滚！啊，僵尸什么最讨厌？是！慢点！这是僵尸滚了，找那个丑尸体派最好。那不能后退去，我就只想找个蜘蛛人难吗？哭了！我跟你没有筹码，没有筹码，怎么死啊？哇，我的剑爆掉了！没，那狐狸呢？好可爱，才怪啊！白色的狐狸棒超不爽，没关系，快抱！紫色的眼，没关系。哇、哦、呀！算了，啊，死吧！哦 yes， 谢谢狐狸帕森。好，又打出一个洞啊！你觉得连简单都受不了吗？这也太那什么了。为什么蜘蛛都没有？平常不想找你呢，都不出，要再出来。我想找你的时候，都是天天不见，真是的。哦，粉色恐龙啊！不行！蜘蛛找到你了！No！ 拿到线了 ！No！ 呀，是不是？都跟我，good， 越来越完美的狗狗。那这，视线调远一点，我在这里挑衅你们怎样？不是神射手的，远程攻击你能怎样？狐狸话，没有今天啊！我在屋顶上长成蜘蛛什么的。啊！你们这么多乖乖，这样对吗？这样对啊。蜘蛛哪有一只啊？只有两条线，好吧。一只蜘蛛能两条线已经很好。我不找你了，不要这样啊！不要这样。
我生气哦，我跟你说我生气哦。我有好多鸡蛋，这是小鸡蛋，没有小鸡。哎，我生气哦，你看到？对哦。蜘蛛，两面，不喜欢，我不喜欢它。我蜘蛛，你终于来了！啊，我的线啊 ！No， 不要 ！No， 不要我的线 ！No， 啊，还有线！我给你无用无求，给你无用求，无用无求，无用无求啊！那种苦力怕是天生跟我有仇是吧？苦力怕和僵尸大军合作，长得真不爽。蜘蛛来了！哎呀，欢迎！我就在等你。四根线啊？什么智商？这四根线？蜘蛛，耶！虐杀蜘蛛呢？被蜘蛛虐掉了。不过那边就是蜘蛛乐园嘛，这种蜘蛛不臭不臭。如果我不需要的时候，你不要出来就行了。嗯，差点把我看到。我看不见。哇，快下去，哈哈，嗯，有些得意的笑。你刚干掉我，还想干掉我吗？啊，没门！哦，好多线，好多线 ，yes， 我没掉线，真是小气。哦，是吧？战神英雄今天要当。哎呦，可怕！嘿嘿嘿 ，no， 我想砍最后一刀。为什么小鸡在受伤？我要帮你。我不找你，我只在对岸找蜘蛛先生的。嘿嘿。What's up, bro? I know. 一二三，也许果然不能当战神，也生都是自杀。七根线，只能做七根的气球有什么用？蜘蛛，找你那个，Come on。多一点蜘蛛。我对骨头没兴趣，我知道我养不跟你拼了。内心啊，我不是不想跟你们战斗，只是。不对，我不是不敢跟你们战斗，是不屑跟你们战斗，这是医学的高尚。那边是骷髅工业城的。这终于来了，嘿，这等，居然没给我线，讨厌！哟，我十个经验这么快，刚才一开始还四个，哇，你这果然傻，晚上就是。来，这边我先把你关一下，就是，我死了的话真的会很累格。本来装这个魔族这么多魔族就已经要命，而且还给我这么多就是的。蜘蛛你来了耶，我正找你呢，就没给我掉线，怎样啊？我都特工服了，为什么来打人？这样对吗？人跟苦力怕跳蛋壳。啊不，杨妹，杨妹的，对不起。好大的雷声哦！英雄好像打雷了，关掉天气啊！呀，哦，安德，哦，黄色，睡觉，今天的就当一场噩梦。嘿嘿嘿，这样对吗？你们，让我睡觉啊！谁在我家附近？我是这么乖，你干嘛找的？好，掉，你们等会儿就好，坐好。你让我下去，下去。哦，游戏，哈哈，早上，耶。那我过来。啊！蜘蛛也是，我们差不多收集十个线蜘蛛丝吧，当成今天的目标。我不要二啊，你咬不到我，我在这里。哈哈，你在哪里 ？Oh my god！ 苦力怕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当朋友。就只是想过，因为要杀了我，
为好多东西要有。六，我莫名其妙出现手机的声音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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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啊，加油 ！Game on！No briefing 啊！你再破坏我家，我跟你拼了！我在家，如果你真的炸到我家的话，我真的跟你拼了！跟你讲哦，没有开玩笑。只是不屑跟你为敌，你至于这样？我挑衅都没挑衅你的，太好了！哦，怪物在又在背后接起我，又是那个丝丝绿色软软生物那样子的。哦，洋洋 ，come here， 哟西！哦，刚一剪就剪那么多啊，是不是？多的要命。一只猪，我就在找你。早上也不会消失的，这边喝油。我的生物就是你了。如果想干掉你，死吧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耶，差一根我们就完，一条线就完成这次的任务了。呵呵，黑小鸡，这样我们也快要到11集了。那我们在附近就能找蜘蛛吧？蜘蛛寻找之旅，我上去了。上去啊！蜘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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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在干什么？绕口令吗？找不到蜘蛛，为什么？十根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你写的今天目标都是那个，绝对不能反悔你的目标，不能放弃。好，go！蜘蛛，蜘蛛，快出来！蜘蛛，蜘蛛，蜘蛛，哦，再不出来我拿小鸡下手，已经下手了。嘿，小鸡，没有，我已经找不动了。小鸡的报复，就是，我一瞬间还有看到红眼睛的蜘蛛，讨厌，不出现。没有，等你到什么时候？算了。不行，我选目标就是这个啊！不能反悔，银雪，银雪，不能反悔啊！可是上次反悔，没有诚信的银雪。不过没关系，就是羊毛在下面放这个。OK， 我们的热气球只有9个。对了，还有那个西普控车。control， 然后就是木材、木棒 ，OK， 那就把木头、木棒锁定，耶，走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大家我们马上就先给大家随便做一首了。贴地板的，先等一下，大家知道了为什么？嘿，那我们就快速加速的做我们的飞船吧，小型飞船。
来了，我们也回来了。嗯，那差不多我们就是做好了，只不过收这气球不知道够不够啊，材料也不是很够的时候就是。但我还没有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这个，因为都，我就这样。我有开磁铁模式，所以说可以吸上了。Yes。我们这里材料是还是不够啊？好吧，不够。那大家这个就当做下次再用的铲，那个完了，这个就是先去随便找个试验一下 ，OK？ 也不要在意了，操那什么了，做半天居然没有用，呵呵，那我们就赶紧够吧。先做一个床这样子的，这样子飞上去，把这拿掉，没事，没事，哎哎，打掉打掉，嗯，然后这样子操作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准备，哦，看到没，大家，我们飞起来了。哈哈，耶！哥哥英雄号，那这个就是宇宙飞船啊。那我们准备下去，但我们先停回去吧，是不是？嗯，那大家这就是我这个怎么用啊？应该大家也知道吧？下次我们就是去再去收集点气球，热气球，有点收集点蜘蛛丝，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没办法，实在是没办法完成这个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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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装上，不要 ，OK OK OK， 跳，嘿 ，cannot 啊对，没事，让我重登一下，我会卡住，不，登错了，那摸着，这个好，有事 ，yes， 我们停下来了，嘿嘿，有事，嘿。我的船子也飞掉了，哈，哈 ，no， 可以停下来了。刚船子也飞掉是怎样？莫名其妙。那大家这就是宇宙飞船了。那我们就是今天的时光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喜欢我们，可以点下喜欢。那如果想委托我们 Triple Star 时光人和 Minecraft 游戏或者地图的话，请到我们下方的 Triple Star 委托室那边填表格，或者到 FB 专页那边填表格就对了。反正都是填表格。那希望大家如果想让我干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在下方评论告诉我啦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系列，然后撒拉拉。